天上不会掉馅饼。狄大人，你好豁然啊！掉下来的更可能是陷阱。狄仁杰接旨，天后口谕，宣狄仁杰接管大理寺，七日之内查清运河龙王崖。那李先生，这世界上是否真的有？ 真是有趣，此因同样是剑女贯穿颅骨而亡，冥冥之中好像有诅咒。还请狄大人三思而后行。不管你是神是鬼，都无法阻挡我寻找真相。 相比于听天由命，我更相信人定胜天。不要你睁大眼睛看着，这九星江山究竟谁主持？有时候你以为你离真相很近了，说不定还有什么。龙王一案就此结案，结束了，真的结束了。